汪诗诗结婚20年，感情依旧甜蜜，也不时透过社群分享幸福的家庭生活。两人的一对儿女遗传了他们的好基因，其中18岁女儿甄纪如是九头身的代表人物，亮眼外形也备受瞩目。IG 美照更是层出不穷，日前她晒出一张穿搭照，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只见照片中的她身穿绕颈小可爱，搭配白色雕花长裤，散发着不同于人的气质。但更让人惊艳的是，甄子丹66岁的岳母与汪诗诗同框时，比起母女反而像是一对姐妹花，除了保养极佳，相貌更是十分出众，让网友忍不住大喊：优良基因真的太重要了，下辈子想要投胎到甄子丹的家。Bye.